发现自己仪表恢复默认设置，操作视频。当仪表开机的情况下，在仪表速度显示为零时，长按点线和 I 键 ，DEF 则代表恢复默认操作设置选项 ，DEF 杠 N 代表的是不恢复默认测试默认参数 ，DEF 杠 Y 代表的是恢复默认参数。切换为如果想恢复默认参数的话，切换到 DEF 杠 I， 长按 I 键两秒以上。出现 DEF-0 则会自动恢复到出厂状态。